像香港跟澳门的一国两制，目前以中华民国地区来说，我们完全没有办法接受。前一天脱口而出中华民国地区被骂翻，隔天高雄市长韩国瑜才改口。这很清楚是我一个口误嘛，就是台澎金马，中华民国台湾地区嘛，就是如此了。是根据两岸人民关系条例口误啊，被抓的就穷追猛打。我怎么可能会讲这样？怎么会冒出中华民国地区？看看宪法写的是中华民国自由地区，两岸人民关系条例写台湾地区、大陆地区，就是没人矮化成中华民国地区。您是不是回避反送？我没有任何回避啊！我昨天已经请了我们副市长跟教育局长去，我一个人没有办法像孙悟空一样分身呢、啊。我当然关切香港，但是很多人说为什么不去？为什么不去？我今天要参加行政院会啊，急着说没回避，拿行政院会当挡箭牌。反送中场合，韩国瑜派人代打。高雄市反送中活动，副市长叶匡时现身，不过握个手，三分钟后快闪离开。很偏中共，所以我怕我们台湾就是没有可以发表言论的自由。任何政党一蹭到红色共产意识都会很危险。另一头，在东华大学学生声援反送中，对政治人物亲中满是担忧。尽管韩市长是真的有会要开，但行政院会才结束，韩国瑜紧蹙眉头，急着走人。好给媒体追，连原本的车都不搭了，赶快拦计程车，就怕在反送中这题频频说错话，再失分。三新闻综合报道。